本期挑战结束，将有两名滑手归队。将有两名滑手离开。我有点不太喜欢这个状态，有点害怕输，要队员离开，以及输不起了。没事，这次我们这次绝对不会被淘汰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只有拿到积分排名第一的战队才可全员安全。哇，哎，好吓人啊！上次我们就还会比较保守一点，可能这次会比较拼一点。没事，今天我们就肯定就是第一名。你看怎么都没有信心啊？我们就是第一名，好不好？李文涛，直接撞阿弟！黄弟，加油！我们的是红色的嘛？哇，柯佳！哇！我们的西瓜呢？西瓜挺住了。哇，大西瓜好惨，被人围攻啊！西瓜，帮一下我们西瓜！西瓜快走！俊仔要撞你！其实女生啊，这个呢，只会撞女生。完了，这游戏又玩毁了。那西瓜就只吃枇杷，他还要去参加这么剧烈运动的游戏，好惨啊！来，我们两个一条战线，就剩下二 v 二了吗？这边还有一个柯佳恩，先把他撞下去。柯佳恩。哦，他们有一个方式，你看，顶，从后面前面都顶。小心啊，都小心身后。都顶着，他们很聪明的。来了，小心！你看，我们很聪明。Oh my god！ 不聪明，没想到。被人偷了。对，偷袭。玩这个要会偷袭，你们之后就要躺下来偷袭，一下加速。对，你不要去跟他们硬的来。柯佳恩要等他们自相残杀，有战术的。先毁掉黄色的，他们有两个人。先一起撞黄色的。李万涛撞飞掉他。哦，来了，撞。好，李万涛，好。李文涛快跑！他们下板撞了。Oh no！ 阿弟，加工！哇！还剩柯佳一个，柯佳，赶快，先解决一个。OK， 单挑了，现在单挑，他加油，真的了，哇，俊仔有这么厉害吗？加油！过来啊！一起的，对，两个一起的。城乡战队获得50分。哇，这就50分呢！哇，李星，好运再来一遍。耶！太强了。哇，一个人干三个厉害。一个人干三个。很紧张，前面一个，后面一个，这样。又来了，什么？来什么了？上菜了。哇，任务书来了。
啊，这个要也要我们拿吗？不会有任务是这个吧？来，我来吃。看全天任务，看我就说吃吧，我就说吃琵琶吧。哇！全天任务任务一，我爱吃琵琶。任务分值30分。一名队员从拿到任务开始，直到户外挑战结束，除了琵琶之外，不得食用其他任何食物。要选择一个人，就是一天只能吃琵琶。哦，一个人。哦，是一个人啊。你吃了？刚刚在讲，你是没在听？我在听啊，但是我们每个人手上不是分了一个吗？啊，对，只能一个，现在就说一个人吃，你就要一整天吃、那个。我只是在播而已啊，你就吃吧，就你了。好啊，我吃啊，我减肥嘛。就只是那一个人吃是吗？但他也可以给别人吃啊。对，但是他是。但他会饿呀。这个是重点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对，只有一筐、啊。那我来吧，挺好吃的，我挺喜欢吃。正好减肥，也不想吃饭。西瓜，你的食物可以先吃了。好可怜的西瓜。别吃完了，留一点，等会儿你饿得不行了。我们的西瓜现在正式改名叫琵琶。指的你要吃就全天是你吃。嗯。全天你要把它吃完，不能吃别的饭。没关系。教你以为只有一层琵琶，结果发现四层琵琶。好好，任务二啊，任务二，将封印贴纸贴到其他队员身上。被封印者双脚需要固定在滑板上1个小时。哦，这个封条。户外应该是要把那个最厉害的封印起来。现在我们其实有一个明确一定要保护的人，接着教你。因为他要做一个150分的招，是别人做不了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他。我不用那么高下去。对，你慢慢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哎，你把脚尖太露出来了。就这样，一博，你可以就像这样子，就低一点，然后就摆着就好。对，摆着就好，然后就对，前面站好，先站好，再前一点，再前一点，前脚再前一点嘛。对对对，跟你一般下坡一样。对对对，不用急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好，我觉得有点难。我觉得我冲下去的时候脚重心状态不好，还是没有那么。太大的把握，你先把前脚放在你滑行的位置，然后到平地你再挪你的 Sharpie 脚就好了。我会尽量给他们争取更多机会完成这个动作的 Momo Try。 Sharpie 就很容易板就打到腿，总是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重心。没事，休息一下，那个很痛的，太痛了，而且你大概10分钟你没有办法用力。哦、oh.